气爆影响忧郁男，跳爱河被当表演叫好。高雄气爆影响附近住户情绪，一名忧郁症男子因此情绪低落。父亲节晚间，他和爸爸因为事故起口角，爸爸怒呛：“爱河不看寡。”他竟负气跑到五福桥上跳爱河轻生。一旁欣赏夜景的大批路客还以为是跳水表演。好好好！师傅，自杀！不！董新闻高雄报道。